见我做主这一集要来到泰国的曼谷寻找无国界料理的灵感，现在跟着我一起到曼谷走走吧。来到曼谷，一定要找我的当地好朋友列维。萨瓦迪卡。好久没有看到你，差不多三天前，对不对？哦，对，差不多。真的，现在来到曼谷，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对，这就是四面佛。每次来曼谷，我一定来拜拜的。所以一开始呢，就先祈求我们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耶，平平安安。哎，来干嘛？萨瓦迪卡。是对我做主吗？叫什么？是对我。大家好，我是棉花。你在生产了吗？对，我们来曼谷，我们是来曼谷玩的。真假的？一开始就先来拜四面佛。拜完了吗？我们没有，还没，这样进去拜。这样，一起啊！好了，顺便拍一下我啦。来了就是客，好可怜啊！红包，我们进去拜拜。我们今天第一天吗？今天第一天。位于曼谷捷运奇隆站二号出口的四面佛是泰国香火最鼎盛的膜拜据点之一哦。每天来往的游客与信众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带着诚心来祈求，提醒来观光的游客们要以顺时针的方式环绕四面佛参拜。至于灵不灵验，我相信心诚则灵，无拜哦，无包庇哦。就应该差不多了吧？我是差不多了，但是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即将乱入你们的生活。我们家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全程参与。所以这件事情，请问现在要干嘛？乱到了！我要干嘛？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吗？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啦，这是我们最需要的。OK， 对啦，然后我可以跟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去哪？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吃呢？我们现在要吃我们泰国最有名的松丹奴啊，就是在沈阳前面而已。前面而已，捷运站就可以到了吗？对，或走路也可以。这一集我们整个行程都是捷运之旅啊，多方便。可以跟吗？我觉得先跟。我真的可以，制作人我可以跟吗？先跟第一家了，先跟第一家了。看，好不好？所以我们就马上去做捷运喽。拜拜，四面前。曼谷的捷运就跟我们台湾一样，非常的方便又快速。站与站呢，通常只要3到5分钟的时间，而各站所经过的地方都有明确的属相，像是四面佛所在的奇隆站，可是曼谷空中捷运线的精华地段之一哦。围绕着奇隆站就有4-5家的百货公司，而且以空桥连接，方便往来各商场。提醒您来血拼行程的朋友们呐，你卡固就要卡能 Q 的哦。耶！这里是沈阳，这站是沈阳站，也就是暹罗站，对不对？暹罗是泰国最热闹的年轻人的地方。年轻人，像台湾的西门町，这边有很多好吃的。可是今天我们要去吃的，就是连 CNN 都报道过的。你是说新闻报道的那个 CNN 吗？不然呢？新闻都报道，我们要去一下。CNN 吗？暹罗站周边也是商场林立，但跟奇隆站比起来啊，却多了份青春洋溢的活泼感。不时呢，可以看到年轻的朋友们表演街头艺术。当然喽，还有很多很多的个性小店散布在暹罗广场的6条巷子里面。这里就像是，就像我们的西门町呐。就是这一家，就这一家嘛，对不对？哇 ！CNN 都有报道过，你看。2010，哇！今天都来了，为什么我们不来？对呀，来泰国一定要吃。第一餐就吃那么好。对呀，哎，但少廷，对，少廷，你怎么还？我看好了吗？我是那个好朋友。好，还是好。位于暹罗站4号出口的5号巷子内的这家餐厅，在国际媒体推荐之前呢，就是曼谷当地知名的平价餐厅之一。菜单上面有许多泰北菜，是相当受到欢迎的哦。这次总算可以如愿以偿，来看看这家餐厅到底有多厉害。耶，第一餐，泰国必来了，马
它是先，我觉得炸的要先吃了，好不好？趁热吃吃。炸的这个叫改透。改透。好香哎、欸！哇塞，哇哇，好香，好会，哇好会，哇哇塞，女神哎、欸！哇、哦，它皮好脆哦，好香好嫩。它这是有先腌制过的吗？它这样，我因为我们应该没有撒什么胡椒吧？嗯、我试试看。对啊，味道好香。它真的很香。我本来以为它肉是白的，我看到寿星吃的，它肉是白，可能只是外皮里面有加点酱料，没有，它主要在皮的部分。可是吃下去的时候，它是看起来白白的鸡肉哦，里面的酱汁那个香气很足。对，对啊，好厉害。而且很厉害，它炸一般是酥，可是它在吃的时候，它的那个胶质不断的充分跑出来，是会粘牙的，而且是。里面外面很脆，然后里面很嫩。你不吃，我不相信你讲的。先试试看。来，试试看。我可以假装我没吃过这个东西。嗯，很酥，对不对？哇，你也是第一次吃，对不对？我吃过很多次，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好吃。所以这个是来这边一定要点的一道啊。好吃，这是他们的招牌。包好，嗯，它那个鸡肉非常的嫩，它嫩之外呢，那个味道又很香，很浓厚。我觉得它强势强在说不用沾任何其他的粉，对，它其实本身不只是皮跟肉都超够味，然后炸过，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厉害吧？嗯，我们吃完这个，我来介绍你们吃的泰国你们没喝过的汤，冻塞，冻塞。就是这东西，泰国要是你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你就可以说 Sap Man， Sap Man， 原味的 Don't Sap， 基本上应该是很酸。Don't Say Goodbye， 不好笑的是，酸吗？酸吗？酸酸的，有点酸，但是它不是很浓，它不是很强烈的那种酸。我们有泰国的酸哦，有人不吃柠檬汁的，葱可以加，可以加。OK， 我加了，全部放好，放。这个东西要放葱才好吃，全部放下去。泰国不能缺少这东西就是辣椒，干辣椒粉。它是两种，对，两种，然后放一些，这个会香香的，好好玩哦，自己加好好玩。对，我喝喝看那个加了辣之后。Oh my god。哦，跟泰国的，泰国的吗？那刚才有酸，现在是有酸有辣。可是它因为那个有原本的酸的关系，所以它辣只是一点点香香呛呛的。哦，我现在吃这个软骨的部分。嗯。哎，这个菇吃很好。它吃很好，它很新鲜的，因为靠近软骨的地方有一点点油脂。那肉质的部分呢也是嫩的，嗯，而且店家没有把它煮很久，所以呢它的肉质不会很干柴，嗯，然后吃下去那个软骨的地方它是好玩的，好玩的，软骨附近的肉质非常嫩，对，嗯，很好玩，软骨会一直在你那个咬的时候从这边跑出来跟你吹哈肉，然后从这边跑出来跟你说咬我，它会一直跑来跑去，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我们的 Don't Sap， Don't Sap， 老师有一个更厉害的，台湾人一定没吃过，什么？一般我们吃的凉拌木瓜丝，我们叫做松蛋苔。松蛋苔，苔就是泰国的苔。Oh. 可是这个呢，是松蛋补。松蛋补，吃了会补。吃了很补的。吃了很补。不是补，是螃蟹的意思。补。补是这个。而且是螃蟹，它颜色深，深的补。生螃蟹。这个是生的哦。哎，好特别哦。生的咯。我先把它拌一下，我先把它拌一下。拌一拌这样吃。然后呢？更特别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字就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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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巴拉就是一种烂掉的鱼。我们换吗？是不是呕？我觉得还蛮香的，有真的吗？有番茄跟青木瓜的香味，然后我觉得蔬果香很重哎。你怎么可以直接闻到蔬果香？厨师的鼻子不一样。你闻。就是呕。没有了，蔬果香很浓很浓的那个巴拉酱的味道，对，那个味道，就蔬果香的味道啊，吃起来大家不要再这样子闻了，我们先吃吧，好不好？你先，我这样吃对吗？就是一起放进嘴巴，应该要分开，我觉得要分开，然后感觉被戳到的，如何？很脆，有酱的味道了，青木瓜，我觉得咸咸的，咸香咸香味啊，哎呀，再吃这个嘛，不。
木兰可怕，这都是甜的，我要吸喽。豆豆，好吃吗？好吃吗？你好厉害、哦！哎，好甜呢！真的，我要试试看。螃蟹一点都不腥，那个螃蟹自然的那个海鲜的甜味散发出来，我觉得很棒啊。像各位可能类似吃过的像呛蟹那样子的口感，这要够新鲜才有办法哎，才有办法这样做。真的吗？真的真的，这要够新鲜。有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我吃啊，可以吃啊。好吃吗？甜对不对？好甜好绵哦。那个口感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熟的螃蟹完全不一样，它好绵密，难怪要加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除了带着那个咸咸的味道之外，它本身有一个很浓郁的香味。香味。它跟这个螃蟹的甜味加起来其实是很搭。其实我在台湾也吃了这么多东西，我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很特别，好特别哦，而且很鲜，很鲜的味道。还是甜甜的吗？难怪会说是来这边来泰国一定要吃的，而且必吃。我今天第一餐就吃到这个这么厉害的，真的呢，我今天跟你跟对了，是不是？啊、我也觉得，这都要感谢我们。好开心哦，还好遇到你。第一餐就碰到 CNN 都报道的唯一鸟翔，好吃哎，是不是？你自己都这么觉得，对不对？我要跟着你们接下来的行程。看你要补跟吗？跟一下。好了。小气怎么都跟你回台湾就不要上我节目。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不要来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OK， 没有，我觉得今天一开始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就继续照着这样的方式吃下去，对，好不好？今天把这吃完，再去吃下一家。好啊，好呀。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这个好吃，这个真好吃。这腌螃蟹的咸香，绵密的口感，真是无法忘怀。我在此强烈推荐，来这些餐厅用餐呢，一定要点这道螃蟹凉拌木瓜，品尝这在地的美味。暹罗站呢，也是空中捷运与地铁站的交汇点，建议来曼谷旅游的朋友们啊，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哦。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铜锣站，我家。铜锣站，你家住这附近？对，就要去你家吗？那这附近有什么？这附近有什么吃的？等一下去我家不好玩，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就是不同的料理。有甜的，有咸的吗？甜点。那、啊、我还带你们去吃。赶快带我们去吃。哇！这样吗？酥脆的饼皮，撒上炼乳，你们赶快，好期待。是，哇，小心烫哦。哦，化掉，化掉的香蕉。跟那个炼乳，所以它整个吸附住了，它那个软嫩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绵密。